爸到底有多爱你。你一定知道，你的爸爸很棒。你也一定知道，你的爸爸很爱你。可是，你知不知道，你的爸爸到底有多爱你？因为爱你，在你刚出生的时候，你的爸爸好开心也好紧张，他有许多许多的话想要对你讲。宝宝，你真可爱。宝宝，我好爱你。宝宝，我一定要好好保护你。为了让你平安健康地长大，爸爸总是和妈妈一起小心翼翼地照顾你。因为爱你，爸爸会经常陪着你玩耍，他会让你用他的身体骑大马，他还和你一起做游戏。因为爱你，爸爸喜欢把你抱得很紧。爸爸的怀抱真的很安全，很温暖。因为爱你，爸爸经常把你举得很高。高点儿，再高点儿，我要飞到天上去。因为爱你，爸爸经常陪着你骑车、游泳、踢球。因为爱你，爸爸还会帮你修理东西。玩具坏了，找爸爸。自行车坏了，找爸爸。因为你知道，你的爸爸是超人，能修很多很多的东西。在快乐的日子里，爸爸和你一起开心欢笑。当你伤心的时候，爸爸永远都会保护你，支持你。每个爸爸看上去都是那么不一样，有的高，有的矮，有的胖，有的瘦。有的爸爸爱说笑话，有的爸爸沉默寡言。每个爸爸又都是一样的，他们都很爱自己的孩子。现在你知道，你的爸爸到底有多爱你。你有没有什么话想要跟爸爸说？如果有，一定要早一点告诉爸爸呀。爸爸，谢谢你。爸爸，我真的好爱你。爸爸，父亲节快乐。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，请记得点赞和订阅。谢谢观看，我们下次再见。